三位艺人法比欧要登场啦。来自法国的新男法比欧拥有着好厨艺以及居家好男人的完美形象，然而看起来运动神经非常好的他竟然练顿吧练到落荒而逃。腹肌好帅啊，真的，我没想到腹肌会那么练那么多哎，腹肌跟屁股，哦，我也没想过会那么累，那么用力，就是全部的肌肉，腹肌啊，啊，手臂、大腿真的很用力，国标的老师真的很厉害。而除了肌肉用力的方式，初次穿上国标舞鞋的法比欧对于鞋跟太高这件事也相当的不习惯。你跟太高了没有了地震我在平衡，你说跟那个舞鞋那个平衡在还蛮难的，然后我真的要找到那种 balance， 不要再太前面不要太后面，就是要这个 balance。 因为他不习惯舞鞋的高度，所以变成他在每一个动作他没有办法很扎实的踩在地板上，所以这个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练习平衡，我们也给他很多的动作去做练习，希望可以就是帮他在这平衡的这个部分可以再加强他的稳定性。在老师严格的训练之下，初次尝试国标舞的法比欧能完美呈现这支顿把舞蹈吗？谢谢法比欧，李依林老师带来精彩的论。